新晋状元郎宋南亭来找我退婚时，我还在院子里磨阿爹送我的长枪。他对我说：“对不住，谢姑娘，宋某只想找一贤惠顾家的妻儿，不想在家中养一凶神恶煞的夜叉。咱俩的婚事就此作罢吧。”我闻言大惊：“你也要与我退婚？”阿爹将我送到秀才镇时，曾叮嘱我：“女儿家不得上战场。” 你就乖乖在此地等我回来。此地美男众多，阿爹给你留了不少钱，你拿这钱借他们读书，总能出一个状元。我拿着钱袋子，懵懵的，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切记啊，若是遇上特别好看的，借一个签一张婚书。于是年少不知事的我，拿着阿爹给的钱，借给了秀才镇许多我看好的人。 但可惜的是，就宋南亭一人中了状元，其他与我签婚书的因考场失意，纷纷找我退婚。宋南亭身着红袍，胸披红花，骑着高头大马回秀才镇时，镇里的姑娘哈喇子都流了二里地。他是真的长得好看，说他是整个秀才镇最好看的人都不为过。他骑着马到我跟前时。 我讨好的给他送了一个猪头，寓意祝他高中状元，以及请记得还有我这个未婚妻。众目睽睽下，他无奈收了，然后第二日就来找我退婚，还带着我送他的猪头。我刚收到阿爹派人送来的长枪，他就说要与我退婚。我闻言大惊：“你也要与我退婚？”他脸色铁青：“除了我，难道还有其他人吗？” 对呀、啊，我拿出一个小册子，将上面的名录给他看，痛心疾首道：“就在前几日，东村的周秀才、南村的李秀才都来找我退婚了。”我将小册子往前翻，半月前也有几位找我退了婚，你是最后一个了，连你也要退婚，我垂头丧气。但宋南亭好像气疯了：“谢迢迢，你简直胡来！” 婚姻之事岂可儿戏？本来还有些失落的我，看着他这模样，有些不解。你我尚未成婚，我为何不可多选？男子可有三妻四妾，女子为何不能有三夫四郎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他气急败坏地扔下猪头离开。哎，我只好将小册子上他的名字划掉。 同宋南亭一同入京赶考的王秀才跟我说，宋南亭入京时遭了山匪抢劫，是将军府的二小姐路过时救下了他，还给他银两送他赶考，他心生感激，所以才找我退婚，他要以身相许那位小姐，真可恶啊！他还没还我钱呢，我恶狠狠地嚼着猪头肉。阿爹前些日子来信，说是他打了胜仗。 要回来了，让我先行回京。自我五岁时，阿娘去世，阿爹总觉得京中老宅的那一群女人城府太深，怕我被教坏，于是每当他要出门打仗，就把我送到秀才镇的老友家养着，等他回来再回家。年年皆如此，所以秀才镇的人虽知我是有钱人家的女儿。 但并不知我阿爹是朝廷赫赫有名的大将军，宋南亭也一样。入京以身相许是吧？那我可就入京要债了。只是还没等我入京，我也遇到山匪了。一群人拦住马车，婢女阿纯吓得瑟瑟发抖。我掀开马车帘子，山匪头子冲我摊开手，给钱。我默默掏出了我的长枪。 半晌后，山匪头子鼻青脸肿的躺在地上，直叫唤：“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我真的没有了呀！”我掂了掂手中的钱袋子，不信，带我去你们的老巢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山匪头子有些纠结。他旁边的一个罗罗小幅度的碰了碰他的胳膊，眼神示意他答应。他眼睛一亮：“行，那姑奶奶跟我来。” 我假装看不见他们的小动作，一手提枪，一手拎起下软腿的阿纯，跟着他们上了山。山匪们在半山腰建了个寨子，看规模人还不少，也难怪他们愿意让我上山。一进寨子，一群人就立马围住了我。山匪头子神气的走到我对面，一个小妮子还搁这跟老子斗。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我把吓晕的阿纯放到一边，默默又拿起了自己的长枪。半晌后，地上又躺了一群人。我踩着山匪头子的脸，认真的开口：“以后我是大当家。”山匪头子痛哭流涕：“好好好，姑奶奶，你是大当家，都听你的，放过小的吧。”放开他后，我开始参观我的寨子。 不得不说，我的寨子是真的穷，主座上连张虎皮都没有，难怪要去打劫过路人。山匪头子苦哈哈的坐在我下手汇报：“小的名张莽，寨内百余人，老弱妇孺六十余人，青壮年四十余人，现有粮食三十担左右，银钱八百余两。”我有些疑惑，怎么还有老弱妇孺？张莽苦笑着开口。 我们最初只是山脚下一个小村子里的村民，连年征战，国库无银，便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身上搜刮。我们村子土地本就贫瘠，粮食收成仅够饱腹，无奈之下才举村搬迁至此，沦为草莽。细看确实发现他穿着的粗布衣服上还有补丁。随后，他又带我参观了寨子里的其他小房子。 然后给人介绍我大当家的身份。如他所说，寨子里确实是老弱妇孺多一点，大都面黄肌瘦，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之人。直到我在一个破旧的小柴房里发现了一个昏迷的男子，我睨了一眼张莽，这怎么说？张莽擦了擦脸，讨好的笑道：“这是小的们外出捡到的小公子，见他模样俊俏，衣着华贵。” 这就我凑近那人，细细打量着，他那鸦羽一般的睫毛垂落在眼睑上，小脸蛋子好苍白，好柔弱，我好心动，好想保护。我要收回“宋南亭好看”这句话了。果然人外有人，我轻咳一声，此人生的是挺好看的。张莽立马拍马屁道：“那不如收给大当家做压寨夫君如何？” 我看行，我严肃的开口。不行，阿纯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，生气的同张莽道：“我家小姐还是黄花大闺女呢，岂能认不三不四的人当夫君？”阿纯怎么个事？没有眼力见。趁阿纯还在和张莽据理力争，我悄悄摸了一把那男子的腰，嗯，很有感觉。再摸摸腹肌好了。 手还没碰上，突然被人一把抓住。只听那人寒气森森地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哪怕躺在一堆稻草柴木中，也没有掩盖他那周身的气度。我讪笑道：“夫君，你醒了呀？我是你夫人，嘿嘿。”那男子面无表情地开口道：“我只是昏迷了，不是傻子。”声音很好听，但我很失落。可恶。 怎么和话本子里写的不一样？已经完全清醒且知道我成了寨子里大当家的阿纯，恨铁不成钢的一把将我薅起来，并拖着我往外走。将军马上就要回京了，小姐，我们不能再磨蹭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！被拖行的我挣开阿纯，明明之前还见了山匪就腿软头晕的，现在劲大的跟头牛一样。 我取下腰间的玉佩，递给张莽。既是你的大当家，我的寨子我理应负责。前面不远，应该就是宜城。我会去信那边的钱庄，你可凭此玉佩到那处取些银两，供寨子人生活。谢大将军战事告捷，击退外寇，近几年应当不会再有战事。你可率众人回到村子，若是村子就在山脚。 那离宜城也不远，村子土地收成不够，我看你们妇孺善女工，可学着做些绣工生意；男子可入山猎兽，以供家用。无论如何，终究是比沦为草莽强一些。他日若有事，也可以去信京城将军府。张莽怔怔地听着我说这番话，好半天才颤抖着手。 接过玉佩，随即对着我扑通一声跪下：“小姐大恩，张莽没齿难忘。”转身离开时，那美男子却突然开口叫住我：“等一下，你不是说我是你夫君？你为何不带我一同离开？”他语气淡淡的，但说出的话却同时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张莽，不是这你也信呐、啊？我真有这好事。 我失忆了，他说，我两眼放光，话本自诚不欺我。于是我无视阿纯的不满抗议，乐悠悠的带着阿强回京了。哦，阿强是我给他现取的名字，虽然他听到的时候嘴角抽了抽，但好歹没有反驳我。秀才镇远离京城，下山后马车又晃悠了两三日才到京城。 在城西驿站小歇了会儿，本想带我的便宜夫君回将军府，没想到那人真是转眼就没呀、啊。虽然早就知道他只是把我当免费的车夫，但我还是小小的失望了一把。他是真的长得好看呐、啊。将军府今日不知道是做什么，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。因为不想一个人面对府上那一堆女人。 我悄咪咪地带着阿纯从将军府的后门翻了进去，只是路过后花园时，我突然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生辰快乐，二小姐，这梅花玉簪是我亲手刻的，希望你喜欢。”谢谢宋公子，锦玉心领了。但锦玉毕竟是闺阁女子，女子不咸不淡地婉拒着。我抬眼望去。 宋南亭正深情款款地看着他对面的女子，我二叔家的嫡女谢锦玉。很好，没钱还我，但有钱给谢老二刻玉簪子。遭到拒绝的宋南亭并未气馁，而是上前一步，殷切地开口道：“承蒙二小姐上次搭救宋某，自那之后，宋某一颗心全然已在二小姐身上。若你愿意。” 宋某愿用余生来守护你。哦，我干呕了一声，在场的三个人同时注意到了我。阿纯吃坏肚子了，我没听到恶心的话了。宋南亭看见我大惊，谢迢迢见他俩注意到我，我友好的挥了挥手，中午好。还不等谢锦玉开口，宋南亭抢先对我说道。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无耻！我都与你退婚了，你竟还追我至京城！我此生只心悦二小姐一人，我和你是没有结果的。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！一番话如弹珠似的弹射而出，惊得我和阿纯面面相觑。他说完，又转头对着谢锦玉解释：“宋某既是真心喜欢二小姐，便不会对你欺瞒。” 此女先前与我有婚约，但我与她并无男女之情，早就解了婚约。只是我没能想到她会追我到京城。那个，我打断宋南亭，你为啥会觉得我是为了你才来京城的？先前你与我有婚约，如今我高中了，你来京城不就是为了挽回我吗？宋南亭自信道。谢锦玉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接话。 反而向我走来，见过大姐姐谢锦玉，微微向我俯身，语气依旧清冷，但多了一丝尊敬。我将她拉到自己身后，对着石化的宋南亭开口：“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京城了吧？”宋南亭满脸不可置信，结结巴巴道：“谢谢大将军是是是我亲爹哦！”听到我回答的那瞬间，宋南亭面色惨白。 嘴唇蠕动半天，却一个字都吐不出。对了，既然你高中状元，你应该不差钱了哈。记得还欠我的银钱哦。我友好的提醒道：“先前他读书时可是借了我不少银钱呢，笔墨纸砚，暗读书卷，就连他老母生病，都是找我借的钱。”宋南亭更加难堪，看向谢锦玉的眼神有些不自在。 二小姐，我他想解释，却被谢锦玉打断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若宋公子还欠我姐姐钱的话，尽早还清比较好。玉簪贵重，锦玉就不收了。随后，他向我扶了扶身，便离开了后花园，留下宋南亭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。原来今日是谢锦玉及笄，难怪将军府这么热闹。 我阿娘早逝，阿爹虽然是威名赫赫的大将军，但因为常年在外，家中琐事都是由二房和三房在管。阿爹是武将，二叔是文官，三叔则经商。整个京城没有人不想巴结谢家，只要是攀上了谢家的关系，哪怕是街头乞儿都能平步青云。我很少住在将军府。 所以，同谢锦玉也不是很熟。见他离开，我也回自己小院了。临走时，再次提醒了一下宋南亭还钱。看见他脸色黑的跟锅底一样后，我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晚间的时候，阿爹回京入府，父女相见，没有抱头痛哭，也没有相拥而泣。阿爹很装的同二叔与三叔寒暄了一会儿。 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就入宫面圣了。直到他半夜提着酒跑到我院子里来，我俩对月小酌。你被你那劳什子未婚夫退婚那事，我知晓了。你别难过。阿爹大着舌头说，过几天我给你找个更好看的。他酒量很差，一杯上脸，两杯上头，三杯就会开始说胡话。这有什么可难过的？ 我又不喜欢他，无非是觉得他长得好看而已。我啃了口猪蹄，含糊不清道：“他似乎看上了二妹，指不定以后还是一家人呢。”我呸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阿爹义愤填膺。嗯，谢锦玉是天鹅，我就不是了。老谢沉默。过了许久，我都喝得有点晕乎了，才听见他那细如蚊蝇的声音。 那不一样，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女儿。让阿纯把烂醉如泥的老谢拖走后，我把完着老谢刚给我的夜明珠。老谢就我一个女儿，所以他几乎事事都依着我，怕我在家受委屈，于是将我送去秀才镇；又怕我过得不开心，于是放话：只要我想，那几个夫君签几张婚书都行。 每次一得了什么宝贝的东西，第一时间拿来给我。正想得出神时，院子墙角处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。我本来只是扫了一眼，并未在意，直到又传来一声闷响，伴随着一声喵叫，我放下酒杯，慢悠悠的晃过去。同阿爹喝多了酒，脑子有些晕乎，走路还有些歪歪倒倒的。 墙角处什么都没有，正准备转身时，耳边突然有静风袭来，我侧身躲过，反手擒住那人双手，将他摁在墙上。谁家好猫？字正腔圆的喵呜叫啊！我说，虽然我喝的有点晕，但这并不影响我打人。大概就是所谓的身体和脑子不互通。 被我擒住的那人一身夜行衣，从头蒙到脚，就露出一双眼睛。月光映照下，那双眼睛不仅美得让人心悸，还让人格外熟悉。他眼里似乎有些错愕，连反抗都忘记了。就在我要扯下他面巾时，后脖梗突然一痛。我回头，入眼的是同样夜行衣装扮的人。你有病！ 后脖梗疼得我嘶哈直抽气，他见我回头，满眼惊恐：“你怎么没晕？少看点话本子！”我一脚踹开他，对吧，阿强？我扯下被我摁在墙上那人的面巾，对他说道：“面巾下正是早上不告而别的阿强。”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只有我那漂亮的阿强才有这么好看的眼睛。他轻笑一声。 低声念出我的名字，谢迢迢如情人呢喃，十分蛊惑人心。我耳朵唰的一下就红了。先前敲我脖梗那人爬起来，恶狠狠的威胁道：“放开我家主子，不然我要你好看！”我又一脚踹倒了他。就这样还要我好看？弱鸡！我放开阿强，捏了捏他的脸，小声问他：“为什么不告而别？” 地上那小厮还在挣扎着爬起来，放开我，主子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眼神很温柔。在下还有要事，改日有空再登门拜访，可好？改日是什么时候？他沉默半天，无奈的叹了口气。五日后可以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行，太久了，最多明日。好，那我便明日再来。 我脑子已经晕得不行了，本来喝完酒就晕，刚才被地上躺着的那个敲了一下后脖颈，就更晕了。昏睡过去之前，我勾住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吧唧了一口。说话算话哦。回应我的是僵硬的扶住我腰的手，以及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喊：“放开我主子啊！”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 阿纯像个老妈子一样的把我从床上薅起来，手脚麻利的给我梳洗穿衣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脑子还有些迷糊。老爷大捷，圣上要在宫中设宴给他洗尘接风，家中女眷都得进宫。哦，昨天阿爹回来了，晚上还一起喝酒来着。等等，喝酒！我猛然清醒。 脑子里飞快闪过昨晚发生的事情，最终停留在我亲了阿强一口，并强制让他来找我的画面上。救命啊！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些事？我为什么没有断片？我昨晚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小姐，你脸怎么突然这么红？不舒服吗？阿纯问我，捂住脸没有回答他。好半晌，才艰难的开口。 昨晚我是怎么回屋的？阿纯回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送完老爷回来，你就已经在床上躺好了，被子都盖好了呢。我羞愧难当，我罪该万死，我真不是人啊！借着醉酒轻薄别人，我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呀？好吧，我是土匪的大当家。当我脑子里在疯狂天人交战，谴责自己道德败坏。” 良心泯灭时，阿纯却突然拿出一块玉佩递给我。这个玉佩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，小姐你，你昨晚睡觉一直紧紧拽着它，我费好大劲才拿出来。我接过玉佩，手指碰到玉佩的那一瞬间，死去的记忆开始疯狂攻击我。昨晚被阿强送进屋子后，我强行将阿爹给我的夜明珠塞给他，并对他说。 这是你，哥，我与你的定情信物，收好了。他推脱不掉，只好收下。见他收下后，我摊开手，我的呢？他一脸错愕。什么？定情信物？我认真的开口，这就是这个玉佩的由来。一直到入宫，我脸上的红晕都没有淡下来。阿爹一脸疑惑的询问：“你咋查这么多胭脂？” 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，我这不是我第一次入宫，以往每次阿爹打了胜仗回京，我们都会进宫，熟练的同叔母们一同去拜见了皇后娘娘。今日谢锦玉也在，皇后娘娘看见她时，眼睛都亮了一下。谢锦玉生的很是温婉大方，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那种乖乖女，和我这种皮猴子不一样。 她是大家闺秀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二叔一家对她要求也很严格，不像我爹养我只求活着。所以皇后娘娘看见我的时候，眼睛里的光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了，估计还在记我的仇。起因还是八岁那年我入宫的时候，他那十二岁的侄子萧觉长得实在是太好看。 我那会儿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恶霸，一时没忍住，把人给欺负哭了。自那之后，皇后娘娘就不太喜欢我，还私下让我二叔母教教我，别整天跟个女流氓一样。至于萧珏，我小时候就觊觎他的美色，长大了发现他越长越好看，更觊觎了，不然也不会喝醉了酒还惦记人家。 自从在寨子里见到他时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小漂亮等比例放大了，虽然他并没有认出我，毕竟女大十八变，也可以理解。我才没那么高尚的去喜欢一个人的品行啊，德行啊，我就喜欢好看的皮囊。秀才镇的宋南亭是如此，萧绝也是如此。他娘的，我一定要得到萧绝！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、啊！一转眼，锦玉都及笄了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。你可有心悦的男子呀？皇后娘娘坐在上方，开口问道。谢锦玉微微红了脸，温声回答道：“婚姻大事，锦玉都听父母的。”两人一问一答，聊了半天，聊到最后都没话题了，尴尬的坐着时，我开口问道：“皇后娘娘。” 你怎么不问我？皇后娘娘一头雾水啊！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新月的男子？皇后娘娘来了兴趣。那条条新月谁？萧绝，我诚恳道。皇后娘娘脸黑了。皇后娘娘把我赶出了凤仪宫。谢锦玉安慰着我，娘娘想和母亲还有叔母说些贴心话。 我们小辈在场确实不合适，什么梯级话，分明就是想要吐槽我。八岁那年我就听过了，萧绝是平南王萧顾的儿子，因为母亲早逝，于是从小就养在皇后娘娘跟前。皇后娘娘没有儿子，所以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。他不喜欢我，自然不想我祸祸萧绝。 被赶出凤仪宫后，我同谢锦玉在御花园闲逛，我们再次很巧的遇到了宋南亭。他看向谢锦玉的眼神欲拒还迎，带着三分哀思、三分忧愁和四分爱而不得。但谢锦玉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。他上前一步想和谢锦玉说话时，我及时的摊开了手，还钱。谢谢御花园里的人。 并不少，来往的宫女太监，前来赴宴的各世家女子，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他身上。他急得脸白一阵红一阵的，恼羞成怒道：“你既是谢将军之女，又怎会差这点小钱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”啊！我一脸懵逼。我不差钱，跟你不还钱有什么关联吗？我不差钱。 所以你就可以不还钱了，看热闹的人更多了，对着他指指点点。你就是因为我与你退婚了，记恨于我才故意为难我。那这跟你欠我钱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你我不退婚，你不也欠我钱？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。新晋状元郎欠钱不还，他涨红了脸，见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咬了咬牙。 从怀里掏出一个钱袋子塞给我，剩下的我过几日再给你。说完便落荒而逃。我掂了掂钱袋子，看来中状元钱也不是很多的样子，估计都拿去给谢锦玉做玉簪子去了。谢家妹妹好凶啊！人家状元郎都被你吓跑了。一道吊儿郎当的声音传来，我和谢锦玉同时看去，那男子很眼生，我不是很熟。 但他旁边站着的人竟然是萧绝，一看到萧绝，我就想起了自己昨晚干的荒唐事。幸好谢锦玉及时拉着我行礼，低下头才没人看见我的窘迫。见过五皇子殿下、世子殿下，谢锦玉礼数周到，而我照猫画虎。似乎听到萧绝低声笑了一声，我头更低了。许久未见过谢家大妹妹了。 竟然生得如此好看，要我说，比那所谓的京城第一美女周淑然可好看太多了，你说是吧，阿珏？我想起来了，五皇子萧承义好像是贵妃的儿子，但我与他也就小时候打过照面，因为那时我一心都扑在了萧爵身上，而他小时候长得又不太好看，所以并不是很熟。现在突然套近乎。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！下一刻，萧绝回应道：“嗯，很好看。什么妖不妖的，长得太漂亮也是一种罪过。”我自信抬起头，触及萧绝的目光，我又萎靡了。一整个宫宴，我都在偷偷打量萧绝，但他神色正常，碰巧与我对视上时，也只是温和一笑。难不成昨晚是我在做梦？ 摸了一把藏在袖子里的玉佩后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不是做梦，我要得到萧绝哪怕得不到他的心，瓜，我只吃强扭的。深安宫宴的结尾永远是赐婚，于是我耐心地等待着皇帝点名。在点完丞相府小姐、尚书家小姐、御史家小姐后，皇帝终于点到了我。 一转眼，条条都这么大了。这句话，皇帝说了四五遍，只是每次人名都不同。条条有没有心月的人呀？皇帝问。有，我斩钉截铁的回答。本来还准备点鸳鸯谱的皇帝突然愣住了。啊，我喜欢萧爵的脸。皇后的脸一下子就绿了。皇帝倒是不在意，笑呵呵道。 这孩子还挺虎，跟你父亲一样脾性。可是朕记得觉儿好像有婚约呢？什么婚约？和谁？我满脸震惊，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。皇帝又开口道：“朕记得没错的话，觉儿似乎是和临安侯家的小女儿有婚约。临安侯的小女儿，五皇子口中的京城第一美人周淑然。” 他娘的！我不在京城，墙角都被挖了。我眼含热泪的看向萧绝，却发现原本应该是萧绝在的位置上，五皇子目光殷切的看着我。真晦气！我别开眼，暗自垂泪。我上哪儿再去找像萧绝这么好看的人啊？宫宴结束后，阿爹同情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世上男人千千万，不行咱就换。” 那萧绝是生的好看，但空有皮囊有啥用？你得找一个像你爹这样英勇威武的男子，这样才能保护你。可我就喜欢他的皮囊，我也不需要别人保护。我嘀咕道：“阿爹，无语凝噎。”回府后，就在我为情所伤，准备小酌一杯消消愁之时，我院子里又响起了那难听的猫叫声。 我木着脸走到院子墙角，墙角暗处蹲着的正是上次和萧珏一起被我连踹两脚的倒霉蛋，找我干什么？我好生没好气道：“你以为我想见你啊？女流氓一个，还轻薄我家主子！”我撸了撸袖子，半晌后，他鼻青脸肿，毕恭毕敬地开口：“我家主子有事找您。” 他将我带到了一处竹林后，便消失了。竹林幽静，月光照在竹叶上，泛着淡淡的银光。月下美男，养眼，不属于我，心痛。见过世子殿下，我走近他，向他行礼。现在身份已经明了，就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假装不认识喊阿强了。我将那玉佩递出，神色样样 玉佩还给你。虽然我大大咧咧、不拘一格，但插足别人感情的事，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他既然已经有了婚约，我就不能再纠缠他。他没有接过玉佩，却伸手摘去了我头上的竹叶。他直勾勾的盯着我的眼睛，嗓音有些沙哑：“定情信物哪有归还的道理？”我猛地瞪大眼睛，还没反应过来之时。 他抚住我的脸，轻轻将唇印了上来。我魂不守舍的被萧绝送回小院时，阿纯靠着我的屋门都快睡着了。我直愣愣的进屋，再直愣愣的躺在床上，脸上挂着两坨一直没有消散的红晕。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阿纯嘟囔着。我等你好久，没去哪儿。我喃喃道，想抬手捂住脸。 但抬起手，又发现手里一直抓着玉佩。一看到玉佩，就想起那个以你的吻。啊！我得到萧绝了，像是有无数个小人在我脑子里放烟花一般，炸得我晕晕乎乎的。我激动的一整晚都没睡。第二日慢慢冷静下来了，我才想起萧绝同我说的那些话。他与那个周淑然根本没有婚约。 只是有一年，平南王寿辰，与临安侯喝多了酒，两人聊着聊着，就定下了口头婚约。平南王酒醒后都忘记了，但临安侯不想放弃平南王这棵大树，于是四处宣扬自家女儿和萧世子有婚约。他还和我说，其实自我去了秀才镇生活，他一直往返于京城和秀才镇。 见我与诸多男子签婚书，本想也与我签个婚书，但因为戴着的人皮面具太丑，我没有看上他。以及在山匪寨子里那次，他刚得知了我要回京，于是提前从秀才镇离开，但没想到遇到了刺客，他当时受了伤，晕倒后误打误撞的被张莽一群人捡了回去，再然后就是被我带回京。 其实，京中局势并不像表面这么太平。陛下年迈，但迟迟未立太子，以五皇子为首的几位成年皇子蠢蠢欲动，夺嫡之战是不可避免的。而萧珏因为明面上站的是五皇子，在外人看来，他是五皇子的一大势力。皇后又没有儿子，一直把萧珏当成自己的亲儿子。 得到了萧绝的支持，基本就是得到了皇后的支持，所以他一回京便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刺杀。当时为了躲避刺客，才翻进了我的院子里。而五皇子对我殷勤，无非是想得到我阿爹的支持。有了萧绝和皇后，若是再加上我阿爹，那储君之位非他莫属。我昨晚问萧绝，他是五皇子党吗？ 但他只是笑了笑，答非所问的回了句：“五皇子并不适合当储君。”本来我还没有琢磨出这句话的意思，直到五皇子开始大张旗鼓地追求我。刚开始只是约我一起去京城里最大的戏楼里听曲，但我对这种东西向来不感兴趣，于是拒绝了他。后来他又邀我游船、赏花、看灯会。 还送我胭脂水粉和首饰头面，送我的东西全部避开了我的喜好，我自然不会开心。和他一样讨人厌的是宋南庭，陛下封授他为翰林院编修后，他一天天神气的不得了，没多久就还清了找我借的钱，还日日学着五皇子对折我二妹献殷勤。我问阿爹。 翰林院编修俸禄很高吗？阿爹嗤笑一声：“一个小小的六品官能有多少俸禄？得了五皇子青睐，就以为能飞黄腾达了？什么状元郎也不过如此。”入秋后，宋南亭找媒婆向二妹提亲了，二叔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。本以为他会就此放弃，但没想到他对二妹更加死缠烂打。 于是秋猎的时候，我把他拖进林子里暴打了一顿。没想到这男的这么小心眼，晚上陛下设宴庆祝时，他偷偷往我的酒里下了药。当我喝了酒，浑身燥热难耐，跑回帐篷想把自己捂在被子里时，五皇子偷偷摸进了我的帐篷。事后我才知道，他不敢向皇帝求娶我，怕遭到皇帝猜忌。 于是便和宋南亭想出了这个法子，只要我失身于他，不嫁也得嫁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我因为太难受，走错了地方，直接摸去了萧珏的帐篷。进的是萧珏的帐篷，捂的是萧珏的被子。可惜的是，没有睡到萧珏。所以当宋南亭那个显眼包把所有人都引到我帐篷的时候，五皇子搂着的是一个小宫女。 虽然他们解释只是一场乌龙，但还是让皇帝不悦。于是宋南亭被罚了半年俸禄，五皇子被禁足十天。本以为这次秋烈对五皇子的警告能让他收敛一点，但出乎人意料的是，五皇子造反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还在吃萧珏带给我的桂花糕。阿纯急急忙忙冲进来：“不好了！” 小姐，五皇子反了，老爷和一众朝臣都被五皇子扣在宫中了。什么？我放下糕点，起身就要去拿我的长枪。阿纯弱弱的又补了一句：“萧世子带人封锁了宫门，我直接提枪冲出了门。”萧觉早知道五皇子会造反，但他今早来给我送糕点的时候却什么都没说。 我带着一腔怒火骑马冲去了皇宫，看着街道两旁商铺大门紧闭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更加生气了。通知全城人，就是不通知我，是吧？到达宫门口时，我果然被拦下来了。拦我的是萧绝的那个弱鸡侍卫，他面对我，显然气势不足。谢谢小姐，殿下说让您在家安心等候。 一切有他，让开！我冷声道：“谢小姐，你相信世子，他会保将军无恙的。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，再不让开，这次就不是踹你那么简单了。见我脸色难看，他不敢与我正面起冲突，只吩咐人让出一条道。此时已经顾不得什么宫规礼仪，我策马进了宫。 公道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宫女太监们的尸体，血腥气冲天。我慢慢冷静了下来。若萧绝封宫是为了不让百姓受到影响，那也在情理之中。只是线下不知萧绝到底是否真的是五皇子一派，他从未与我讲过这些事情，也未与我表明是否支持五皇子。我阿爹顽固，只忠于陛下。 我只担心五皇子会拿他开刀。赶到乾清殿时，乾清殿大门紧闭，门外血流成河。我推开门，殿内一片狼藉，皇帝被萧绝和我阿爹护在身后，身边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人，而五皇子身边有一众人拥护，胜负一目了然。两方正是焦灼时刻，我推开了门。 阿爹看见我后，急声喝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五皇子回头见到我，咧开了嘴：“谢家妹妹来了，来我这边来。等本皇子登基，封你当皇后可好？”我正欲抬枪，喉间被人用刀抵住。宋南亭恶狠狠地开口：“谢迢迢，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我猛地往后一仰头，撞向他鼻梁。” 抬枪反手便刺了过去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便已经被我刺了个对穿。我说：“我生平最讨厌被人威胁。”见我杀了宋南亭，五皇子大骇，抓住这个女人。我提枪上前，枪尖一挑一送，一涌而来的人便纷纷倒地。我一步一步往殿内走，他们一步步后退。等杀到五皇子面前时， 我的衣服已经满是鲜血，随着簇拥在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减少，五皇子终于慌了神。“你别过来！”林安侯马上就要带兵入宫了，你要是敢碰我，等我登基抄你满门！林安侯现在被困城外，自身都难保，殿下还是先想想自己吧。”萧绝开口道，声音有些虚弱。我看了他一眼。 发现他胸口似乎有血渍渗出，他受伤了。见我看他，他讨好的冲我笑了笑。我别开眼，长枪定在了五皇子身边。在之后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五皇子被擒，褫夺身份，贬为庶人，流放边境。他生母周贵妃被打入冷宫，舅舅临安侯被诛九族。 萧绝带着伤，眼巴巴地翻进我院子时，阿爹正守在墙脚下，两人大眼对小眼。萧绝又默默翻出去了。半个月以来，我都没有见萧绝，因为再生他的气，气他和阿爹什么都不告诉我。那日我若赶不到，我无法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尽管阿爹拍着胸脯说他们做了二手准备，不会有问题。 但当时看见萧绝受伤，脸上苍白地站在人群中，我还是有一点害怕的。虽然最开始我只是喜欢他的脸，但直到当时看见他，我才发现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他这个人了。五皇子被擒，皇帝肃清了朝中五皇子一党余孽，同时也狠狠给其他蠢蠢欲动的皇子们提了个醒：造反是没有前途的。 老实做人才有希望。同时，他又在宫宴上封赏了阿爹和萧爵。轮到我时，皇帝陛下沉思了片刻。朕知道你想要什么。我一头雾水。直到他身边的太监掏出圣旨，皇帝将萧觉赐婚给我了。听起来是有点别扭，但确实是把萧觉赐给我了。全程皇后脸黑的跟锅底一样。 不过最后离宫的时候，他还是很别扭的摘下了手上的镯子递给了我，并威胁我道：“你若是敢对觉儿不好，本宫要你好看。”虽然哪里怪怪的，但我还是收下了那个镯子。晚上，萧爵再次来翻我院子时，这次站在墙角的是我自己。